怎样？你知道了？彰化。对吧？彰化，彰化一个小时这么快啊？啊，猜拳呢？你说彰化，我苗栗啊。苗栗我还知道。知道知道不？好，苗栗。VIP。有事？为什么？怕吗？台铁有 VIP 有这种事情？是。走走走，出发出发。找大的妙丽，我怎么叫猫丽？就那、啊、那个便车了。耶、yeah, ，三亿。那边，然后你要去缆车的话，基本这边我们打算去路找那个路缆车。是有机车出租啊，可是我驾照被人干走，那我就 follow 你的，我方向感真的超差哦。我去，我先假装问路。可以上来没关系。谢谢。请你走过去大概五分钟就到了。哇，所以帮我们载到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祝你平安。给大哥，谢谢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就这样就到了，哎，300公尺哎，不看你跟他讲，他就会一直不自觉就开到旁边，是这样哦，他这里也很哇，好心机哦，哎，我为了我们着想，是不是搭便车？不是搭便车，就是怎么样利用男人的功率。那今天我就吃晚饭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个很好吃。火车要来啦！我刚刚拍一遍火车所有，火车来了！哇，还蛮厉害的嘛！我在 B 叉边有一条路，真的是不管我带谁去，谁都不敢走，就是一到路口就不敢走，怎么觉得进来之后？干嘛放慢？越来越恐怖了。哦，它到中间就开始比较黑了。这里哦，你看这里相机完全拍不到什么鬼，鬼东西什么拍不到。保德，你一定会从我后面把我推倒啊！被抓住。哎，前面真的其实还蛮远的，好像没有人走到最前。如果这时候火车突然冲进来的话，会不会是灵异现象？会。你看这个光在这个有没有多小，感觉要走很远。现在是露营吗？是露营啊。你又在露营？我在露营啊。这么只能录对话吧。这么探险，哎，真的什么都看不到，我操。请你当我的那个导盲犬。我们这样走到对面去，可能要走很久。你要挑战走到对面去。看不到地上，不一定看不到自己。其实也不需要看到地上啊。我就。除非地上有突然有个大石头，可是应该不会吧。因为看不到。真的好，你现在有没有那种皇太后出巡的感觉？是搭在小李子的肩膀上。life 不会比较好啊？你搭着好，你搭着好。哎，我看不到地上，我会怕跌倒啊。哎，怎么有绿绿的东西啊？你看，不是啊，月琴帮你看到，有个白白的，那什么？你有看到吗？你说底吗？嗯，右边有没有？你看我们右手边有个发白光的东西，反光的不就是隧道的镜头？不是，右手边右下方有个白白，那是反光吧？什么东西的反光？轨道反光吧？不是，是右手边在墙上哎。那你不要再讲了，那你要后退吗？我们还是回去好了，是啊，好不好？可是我还想说那是什么东西，虽然说我有点怕怕，可是怎么可能会有什么？你没有看到吗？我不想看、啊。我不想看、啊。好，回去检查影片，搞不好影片我录到什么。不要，不要，太黏了。旁边已经没有人了，那我很怕我后面没有人的感觉。哦，真的哦，哎、欸，你这样讲，我有点害怕，我要跑了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有火车还见鬼哦！不是没有火车吗？
那为什么没有过？走的地方它就会分叉走了吧？是吗？后面有火车来了、欸。火车进来了，还是给他躲了？回家来啊！是吗？幽灵火车终于等到幽灵火车，那个用跑的，真的幽灵火车。有幽灵火车出现了，哇，有点印象。我说哇，这个隧道有问题，奇怪，怎么会有火车啊？这边不是没有火车的吗？是啊，火车啊，真的是火车啊。这里怎么没有火车了？这里不是没有了吗？不知道啊，真的是火车来了。哇，哦，就走头而已啊，骗人吗？这个怎么还消失？被拆气。好啦，哎，小心啊，尿帮你们。要。并没有很想要多支持。Thank you。爸爸。没有车，你就躺在路中间，然后有车来，我就赶快。他被车撞到了，赶快送我去医院。你好，你好，爸爸。不舒服吗？好差点。还有，大半条。三第三家嘛，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是十只吗？20只手指头。来吧，数只，多少只？好笑啊！最多20只。哎，这样算是8只。哎，一样哎，你干嘛跟我比一模一样？而且还比这么奇怪，这样才奇怪吧？哪有这样才奇怪？没有很可爱的那个人头就。啊，蒋公比较喜欢吃板条啊，蒋公。好了，就板条。蒋公是这样子。好，转了。转了。这样很久。然后不会停。哎，你我还没醒过啊。油鸡。今天吃的是客家油鸡大王公饭。好看，大家看到多大碗，那我们就用10块去买，那三个。然后再一个就是，这是要心哦，是吗？那要有心，人人都会。这是钱在心擂茶吗？那就完大，真的就大碗公，他没有骗我。台中你要说你在大厅吗？一关就被刷掉。上来就赢了。哎，看哟，正正男人最帅气了。看你们就靠这支影片，有没有让你争到女朋友？表现一下男人的魄力跟肌肉。看这么大一只，真的厉害。好，一起小弟骑脚踏车，我们应该借脚踏车。大拇指。好，在我们吗？好，谢谢。幸好有好心的。你到下一站回来。啊，快点下车了。不错。今天坐骗了所有的交通工具。自强号。区间车。看不到你的手。自强号区间车。然后那个一般的轿车。然后下山的时候又坐了休旅车。然后还有又坐了还有什么客运。然后又坐了摩托车。六种。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。我要感谢在我们上山的司机大哥在我们上山，不是你，在我们。还有一个好的旅伴真的很重要。哎，终于轮到我了。是可以一起冒险，没错，不会抱怨，真的任劳任劳。好像听起来不是夸奖的。好，那再来就是，哎，来到我们抽奖的时间了。抽奖了。他会加入我们的 FB 粉丝团，在下面按赞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啊。我们有奖品有什么呢？小猫的飞吻一个，是吧？哈，然后还有飞吻的可以啊，小猫的飞吻一个，然后呢，还有我外奉献那个我穿过的袜子一双，这样。
不然我们交换吧。我的飞吻跟小猫穿过的袜子一双。那可能我的丝袜会比较重要。我感觉你的礼物好像都比较好。跟大家说个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好，那电话就是在这边这样子。什么电话？电话在这里，联络电话。好，想要叫他的电话的啊，就私讯给我们，价钱在上面。哈哈，就这样子啊。